远离中国，我梦想，亲近美日是屏障，得罪了谁都不怕，得罪美国心慌慌。美国爸爸好，要不要我们帮你啊？想想想，先开放美猪进口。什么？这不太好吧？哎呦，钓鱼台的事就别跟日本那么较真了吗？那冲绳岛本来就是日本的岛啊，日本跟台湾都是美国的好盟友，你们可要相亲相爱啊。这恐怕对我们渔民说不太过去啊。还有啊，你们的国防预算太少了，至少要到 GDP 3% 嘛。那可是4000亿啊。对啊，当然要跟我们买军购啊。但是美国爸爸，你给的武器都不是最新的，而且有点贵哎。什么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记住啊，跟我们买的武器不能攻击我们的盟友。所以菲律宾、日本抓我们的渔船，我们不能攻击。台湾跟菲律宾都是美国的好朋友，要相亲相爱啊。台湾不能让中国控制南海，南海必须给菲律宾。哎，你出场了。可是南海一直都是中华民国的啊，我们当时划定疆界也没有国家反对啊。啰嗦，你不是说你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吗？那么中华民国的领海关你屁事。对，国民党政府1947年所提出的南海立场跟我们台湾政府没有关系。很好， ROC 放弃南海， PRC 的南海主张就有问题啦。哎，等等，马英九他拉着外国媒体上太平岛干什么？太让我们失望了，快骂他。马英九怎么可以上太平岛？建议国会弹劾他。太平岛又没什么战略地位，不重要，去捍卫南海主权不就表明我们跟中共立场一致？哦，中共同路人啊，去主张什么南海自古以来属于我国，哦，那都不符合国际法啦。美国爸爸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们的表现我很满意，中国大陆又在唧唧歪歪啦，快骂他。我们建议中国一定要听从国际仲裁，中国在仲裁出来前就靠背靠步，太不文明了。 U 型线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请委员指教啊。美国爸爸，但这次仲裁你真的会有胜算吗？仲裁庭里的法官一个就是菲律宾籍的，剩下4个谁任命的你知道吗？就是最反中的日本右翼分子。菲律宾、日本、越南仲裁庭还有媒体的舆论，还有我们美军的军舰都已经派到南海上了，全都是我的人，看你怎么跟我斗。等等，美国军舰已经在南海，这个怎么说，是不是应该先让我们知道一下？毕竟我们还是主张南海主权啊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南海不给中国，但是太平岛给台湾可以吗？放心，你南海配合我们打击中国，太平岛都给你台湾管啦。好，叫我们的军舰撤走啦。哦，这次南海仲裁跟我们太平岛根本无关啊，不知道马英九是在忙什么。美国爸爸怎么会这样？谢谢你们的配合，你为我们打出很漂亮的一仗啊。太平岛怎么变成了礁？我们损失了188海里，这样怎么对得起我们的渔民？渔民在过去就被菲律宾跟日本欺负，这样一判渔民还怎么生活？太平岛12海里以外的全部经济资源我们都要放弃，我们从南海补给随时会受到菲律宾的刁难啊。凭什么冲绳岛3块榻榻米大却能够有200里的经济海域，而我们太平岛都有200多人住了却只有12海里？哦，你们的渔民受害很重要吗？菲律宾是我们打击中国的盟友。Support democracy！ 怎么办？我们会被台湾人骂死，拒绝接受仲裁结果啊！可是我们不久前才对大陆说要接受国际仲裁结果，妈的，我们根本没参加，凭什么接受仲裁结果？但大陆也没参加，为什么我们先前要他接受？快点怪中国啊！对对，都怪马英九跟中国主张太一致了。我们绝对不能得罪美国，要继续请美国帮忙。我是远山，英姿挺拔，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，为国人民只爱宝岛不爱鬼岛的中华儿女。我们的利益都被出卖了，你还信任着美国吗？